他往里头走着那儿还说走不走人金贵。他版本要晚受金不是受了这。俺们都是俩反爱的，我的眼儿靠养这样的，他们不受的花人家他老的受金再晚受金那个闹脚的还一再受那个受他跟俺的不晚。是的，我瞅着还夜着上网课，还没上课，还挺凉意。今天你没上过课呢，就那十几号好像才上课，就那八号，就那八号上课，再没上几多天，悠悠服。你在好在那边没？到处在那没。都不到这，他在一直的很慢，慢算了几点上了？又不是嘛嘞？情况不是那好啊，相反也不好。今天封店嘛，都封哪哈？不花了，快活了很。你没看他唱歌吧呢？咱们不是唱歌吧？你讲看了唱的歌吧呢？他再上一份工的，上一份工资是个中饭。咱个不准的，也不餐饮，还有哪个的空着的，是毛无一饭。他这回去了，先站在他的，站在那个哪里吧，在他的西大里呢，好吧，在站在那个学校那里，站在那后头。我只说他在家了，嗯，还这搞搞一餐，搞餐中饭，还得下午就回去。我想孩子还都第一班了，都在十点钟，还第二天上班，第二天八九点钟再上班。他说他晚上的人晚上，他在烦了，我烦这么不看到你不在线儿呢。我老唱歌的，我咱没看着脸，他跟我在到第一本去嘛，晚上在第一本。我不要烦他，陪我人我不要烦他，我烦。他再么呢？在家这么累呢，还是十万一来的吧？这么累。咱俩往那的房子提呀、啊，天子没了。王龙还带五的啊。哪种肯定在乎的人，那我明天哪个晓得？你晚上看着我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女朋友。